群的朋友问我们，不做智能有没有一种灯带可以，调色的呢？就是调明亮，不需要调那个色温。之前呢是没有这个产品的，现在呢我们已经做出来了。大家看一下啊，现在我是灯是亮着的，这个是单色的一个灯带啊，4000K 的，我先把它关了。现在把它开了，开了，你们看一下啊。现在我把这个亮度调到25%，现在是50%，现在是100%全亮。而且它还有模式可以调，我现在换一个模式啊。再换一个，再换一个。它这个模式的话，它的灯的这个闪的一个速度啊，可以加快的 ，speed。看一下。还可以把这个亮度给降下来。再演示一次，关了，开灯，亮度50%，现在25%，现在全亮。OK， 需要这个产品的也可以联系我们啊。